施文斌真正的梦中情人又是谁？来，雅兰，只有熟的人才知道，我们都不清楚。江蕙，你看他刚刚讲的表情多嫉妒，很恨江蕙，咬牙切齿，身为情敌的那种表情。我最近有新讯息，因为那个是前一阵的消息。我补充说明啊，补充说明，他最近的这个是黎姿。